接下来是戏剧节目男配角奖，入围的有戏剧节目男配角奖，入围的有警察局长都是这样的吗？朱德刚，新世界，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你是个谎言连篇的妓女。那你跟老师说。李天柱，三宝要回家，永生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张少怀，征婚启事，联合互动传播股份有限公司。你们是男女朋友？知道。谢家健，十六个夏天，联艺制作股份有限公司。这可以利用压强变形。苏达 ，CSIC 见识英雄，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你不是人，你是魔鬼。戏剧节目男配角奖得奖的是。苏达 ，CSIC 见识英雄。苏达在 CSIC 见识英雄中扮演见识专家，他将表演的技巧与真实的情感相互融合，却不显痕迹，也自然发挥原住民在戏剧节奏上特殊的喜感，为全剧写实的基调增添丰富的色彩。谢谢宗师让我们播《见识英雄》，谢谢各位评审们，谢谢顾少顾老板，谢谢我的经纪公司杰克，谢谢吉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的好兄弟苏文凯，谢谢啾啾们陈宏仪，还有他的宝贝儿子陈鹏安，谢谢我的兄弟兄林允中，谢谢北艺大还有金枝颜色教会我表演的地方，二哥跟。慧芬姐，我听你们的话，我拿了一座奖回来了。谢谢，谢谢晴光部落，谢谢佛卡夏，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的妈妈。我今天所有的演戏都是为了让我妈妈安心。我接下来会赚更多钱，我会买一栋我们家自己房子的名字送给你。最后我要说，没有小角色。只有大演员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接下来是戏剧节目女配角奖，入围的有戏剧节目女配角奖，入围的有紫红哥谈过恋爱，李一锦新世界，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你是他的初恋，到现在为止都是 kiss。 林宇轩，客家剧场出境事务所，客家电视台。干嘛跟男美女呢？走啊，走什么？苗可丽，听见幸福，金牌合作影像制作股份有限公司。徐伟宁，十六个夏天。联艺制作股份有限公司。大学的时候就爱你，全世界的人都爱你。谢琼轩，客家剧场出境事务所，客家电视台。我就哭了，你爹娘已死了。